侦探们，好久不见，这次我要和你们玩个游戏。何侦探，我们就从你开始。没人告诉我要录节目。何同志，组织出大事了。你要挑战的是特工谋杀案，计时开始。你现在只有30秒的时间结束此案，不然组织拿你试问。啊！希望这次行动成功。果然是个老手。冰的熔点是0度，放到酒里的时候会慢慢的融化，但这位同志喝的时候并没有融化到中间有毒的部分，自然就没事。凶手就是你。你以为凶手只有一个吗？好侦探，刚刚的小游戏好玩吗？看来名侦探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一季我也备好了惊喜等待你们。那么，好戏开场了。我是名侦探何炅，明星大侦探第二季高燃回归。